格和独特的技击特点著称于世，强调主动进攻、先发制人。像其中的阎王三点手、霸王硬折将、猛虎硬爬山、迎门三不顾、左右硬开门、黄鹰双爆爪、立地通天炮等这些主要招式，很好地展示出了八极拳的独特风格特点。他这个动作是以自己先攻的，对，撂撂击。他先刚开始就是一个撂裆，撂之后，撂裆可能别人会闪开，或者是会隔之类的。然后在他冲拳的时候，因为他不可能让你打，然后在他冲拳的时候跟他拳架开，然后跟他手缠住，缠住一个顶肘，三下撂裆架顶三下。这个动作在进攻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比较阴险的动作啊，然后变化比较多，走一个缠手之后拉，在别人进攻拳的时候就把他手缠住，缠住之后拉回来，一个砸拳，砸拳完之后一个上靠啊，上靠缠，砸。这个动作它的变化是比较多的。